来唱颂台湾，唱颂世界。啊，唱歌，唱好爽，啊，唱歌，唱好唱，上赞台湾，台湾上赞。大家有人在冤家，这是今麦社会。大家有人在冤家，生活总是嘛爱过。你讲无法度改变，只有点点伫咧过。赚着偌钱离开这片土地。你敢拢袂歹势，拢袂歹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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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袂歹势。天顶个鸟仔伫咧飞，流浪个鸟仔嘛真多。冰冷破甲起累累，阮小蛋敢无死过？你讲无法度控制，大家拢嘛安尼过，差一块要是啥过，日子嘛要较好过。拢袂歹势，袂歹势，拢袂歹势，袂歹势。台湾人你拢袂歹势，拢袂歹势，袂歹势，拢袂歹势，袂歹势。台湾人你拢袂歹势。在拢嘛咧乌西啊，军鸟的米汤有够多，警长代表食百货，一票较济嘛好累，啊，官商拢嘛咧交配，出伊人民来社会，这是啥物的社会？这是啥物的政府？拢袂歹势，袂歹势，拢袂歹势，袂歹势。国民党你拢袂歹势，拢袂歹势，袂歹势，拢袂歹势，袂歹势。国民党你拢袂歹势。Ladies and gentlemen， 当署长。含这个第二代马兰合唱团哦，用一个八哥浪吼，得在上面啊，这上面奖啊，格莱美哦，最佳唱片包装设计，啊，你得奖主要是两个设计师得的啦，啊，这是嘿，我的专辑啊，不要紧，咱俩动作当署长啦，好，来来，啊，当署长得奖哈，就是这个光，就是这个光，看这水吼，感谢当署长来，他都要唱的歌吼，原来是冠宇嘛，对，阮。1997年第一张发行的单曲，上个早的，等于讲还未正式发唱片之前，专辑之前，对，先发吼，啊，咱嘛足怀念冠宇啦，吼，是啊，啊，冠宇伫天国，另日咱就买个人找伊佚佗啦，不要紧，先去，咱先帮咱铺路，哟，先给咱备办所在啦，先给咱顺看麦啊，顺参水一下吼，所以咱一开始吼，先怀念冠宇者啦，吼，他都来唱冠宇的歌。啊，等下嘛来唱冠宇的歌，但是迄阵我看迄冠宇的歌的作词作曲拢是吴永吉呢。因为我较袂晓唱，所以我较搞笑。无啦，我是本来是要讲阿吉和冠宇唱歌各有特色啦，无啥讲啦，气味无啥，无啥讲。我拢淡薄仔讲奥利啊。嘿嘿，啊，冠宇是较搞唱是无唔对，伊声较高亢，较 rock， 较刷吼，较刷吼，较金属。有有。啊，既然冠宇的安尼，咱这个阿吉嘛得到冠宇的真传啦吼，所以大家安尼蒙照顾了，感恩啦。好来，过来要唱嘛是赶快冠宇的歌，阿做啥？你未了解。
情你袂了解，袂了解我的痛苦你袂了解。靠腰啊，啊你无讲我哪会了解啊？我想要来找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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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来找伊。想要买醉，阮听你到到，查某人搁找着有，像你这缘投，免甲三无跑，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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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梦思思，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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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梦思思，你莫想遮多。我是不是怕在那個人生八路的時候真的有人像你這樣好叫你就是林清華你真的你是低頭皮你是說有閃有沒有人說所以我最近有人跟我真的是你我都小看設度還是我改一下有人說認出來大俊老師我大俊是誰啊我現在看星座看星座
就会忘记你。讲好我爱搁想你，我爱搁爱你，我爱搁搁搁你。为什么一直想起，一直放袂离？明知啊，你是一个无情的人，飘浪的个性，为怎样？做着男生，要紧的头一站，就是要有志气。因实际的时候，必然起用。哦，你就是林清华对不对？林清华就是我本身。我来讲，我找你找到好苦啊！想起三年前，我比这个垃圾还放散，你这个笨色狼！我来讲，当初我来趁钱给你用，啊你竟然！你这摆创啥？哈！你组乐团哦，啊，组乐团想啥物路用？你敢赚有钱对不对？啊，咋？要不我日时啊赚钱给你用，暗时啊嘛赚钱给你用，结果你搁放三挂，搁怎啊找别人？你啊良心敢变着我？你林清华哈？你林清华？你都说讲你，你林美如，你林红酒，你林威士忌，我都我都找着你了。你敢讲当初你是安放着？你讲，你讲，啊，你讲，你讲。功课完。哥想你，我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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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搁想你，我爱搁爱你，我爱搁搁搁你。为什么一直想起，一直放袂离？明知啊，你是一个无情的人，飘浪的个性，为怎样？为怎样？新男性的复仇。哎，你拍替迄个电视剧拍歌对不对？村里来了一个，哎，也叫小刘嘛，真奇怪。咱普通时来讲小刘，来各位来宾，我们欢迎小刘，是来讲老福佐嘛，哈。小刘哥哥，对，小刘哥哥。好，来小刘来开始，噔噔噔噔噔噔，对不哈？啊，所以迄个村里那个暴走，迄导演是恁的好朋友嘛？我应该是算我的潜在的歌迷，超级歌迷嘛。我嘛是看到乔治怎样讲有用我的歌啊，一个叫来得七八条歌，恁敢占四五条？四条，四条。其实我不是超级歌迷嘛，歌迷跟我讲，我就知啊，因为想袂到至少两三年前，伊个来跟我买版款，两三年前哦，我拢已经袂记得啊。可能是小刘医师哈，不是，伊即马咧拍戏吼，压力足大嘛。啊，真正我讲来得是实境重演，就只要拿拄着挫折啊，走去 KTV， 买歌想你啊，就开始练起酒笑。啊，我这条歌就输压的啊，就输压的，尤其是中口白那段。好，所以哈，这个当属定为潜在歌迷哦。姑姑啊，有人现在发电工，哎，怎么那边有我的歌？哎，怎么那边有我的歌？哎，怎么那边有我的歌？对啊，对啊，那去别回那会听了我的歌。有啊，人就想讲，哦啊，当属定是家大业大。我的电视剧吼，是因为当初丁武真厉害的经纪公司啦。哦，啊不，你问的是马乌啦。本来问的是讲恁经纪公司甲恁处理啦吼，哦，甲当初丁的歌不加所有电影、电视啦，四界去。但是当初丁的状况唔是安尼，当初丁的状况是歌迷、导演啊歌迷。小刘医师也挂袂，内底里里口口全部拢挂袂哦。我感觉可能因以前吼听过阮的歌啊，有受到一挂影响。是啊是啊。
可能我们的作品有占据到他的青春，然后影响到他的人生啊。这个麦克想你这个歌有个上排行榜不？像咱今麦都无排行榜，咱今麦排行榜拢有个买真麻烦的吼。就顾无去 KTV 啊，唔知伊迄点播率，唔知都往上爬。保证点播率往上爬。我是要惊伫个林，迄个林心八道时，真正有人像你安尼啊叫。你就是林清华呢？你是低头陪，你是讲笑。有毛人讲，所以我最近人搞我真做是你。我拢小夸舌头，还是我改者？你帮我认出来，大军老师。我今大军是谁啊？我今麦看成罗兰。好，所以这个新男性的复仇，就是要向咱古早男性的复仇，咱文夏老师、文夏老师最重要，毕竟嘛。啊，哥，这个歌吼是当初用上红的歌嘛？那是秀。啊，就这条啊，无啦，我红的说这条呢。匠心好台湾是第几红？第几红？应该算点播率最高了，就是每场一场迄落，拢希望我会使唱这条，因为这条跟台湾有关系嘛。对，无唱。减一半钱啊！就看咱出国巡回哦，乡亲拢要听台湾唱这首歌。是啊，是啊，是啊。You and for 台湾喜欢这样下哎，前进联合国。这样子，咱有一个活动，请妈祖过去纽约列给。哦，对，爱叫做妈祖好台湾。我就为了这活动，啊，下这条歌就中奖。所以有真多啊，真多大家的脑力激荡啦，气化啦。我觉得因为迄个契机，我刚刚好温找到一个越在地越国际的这个方向。因为我看咱去过这么多世界的国家，咱刚刚讲啊，原来文化才是代表咱这个国家、咱这个城市很重要的。而且咱台湾的文化是独一无二的。有，所以众星火台湾是阿吉下，但是其实有真侪人脑力激荡，就摆处理，定是间隔台湾社会集众之力，阿吉甲完成起来，众星火台湾吹落来。做的滋味，伊妈做的宝贝，予我来熟悉你，是天公的好意啊！有关公的语气，土地公笑眯眯，咱内面知己是绝对无心机，将心予台湾，将心无平安。用心看台湾，用心看台湾。善有善啊无，恶有恶果。你若对我好，啊，事事拢轻巧。做阵行，行出好名声。无分你甲我，全世界拢知影。将心予台湾，将心无平安。将心予台湾，用心看台湾。双脚徛伫这，这是咱的命。用心好台湾，用心爱台湾。中段开会讲，阿吉报最佳男演唱靠机会哦，
那是政策思考嘛。我先甲注下讲，我若调整，我那赶快钱用备份，安尼吼，人家不要我准备。咱今嘛是备份你啦，对啊对啊，确定吗？备份吗？对啊，我家己出去嘛是阮备份，啊阮大家出去。啊，同重要啊，只要甲阮拖做伙，就是阮大家拢欠伊钱啦。是所有当时唱的歌，我唯一会晓唱的。无啦，我讲这条歌较简单啦，好吧？对啊。嘿，啊，无咧，当时唱其他的歌足难的，什么心难成的，什么上神火，迄种足难的，迄种背袂起来啦。我咧用你边啊跳舞，我咧边啊跳舞，跳舞就好啊。所以这条歌较简单的，我来唱。所以可爱车是安怎出来？吼，来，这条歌到底是安怎出来？这条歌其实可爱车就代表啊，那个什么驾驶工会驻门的啦，对不对？无啦，有一个计程车，有一个车队啊，有一个车队用阮这条歌啦。迄个车队吼，赚足侪钱啦。哎，啊，因呢司机拢就爱听当属长的歌啦。啊，所以因该你驻门叫恁下啦，对不对？无啦，阮先下好才甲阮起去用啦。啊，先下好，迄都毋是歌迷啊，你都已经歌已经红啊，对不对？系啊，无你安尼讲唔对啊，你来讲对啦，拢是挂袂顶来吼来。我爱讲啦，就是因为吼，迄个车队吼，诶司机拢当属长的挂袂啦。哦，超级粉丝。啊，咱北档的歌声是较特别啦。对啊，乡土啦，吉祥味啊。大部分的歌是吉董唱的嘛。对啊，对啊。吉董的歌声都无什么特色嘛。嘛袂啦。就是传唱度较悬啦。啊，只是讲吼。较尖吼，尽量不管要访问也好，翕相也好，啊代言也好，尽量大家拢做伙叫叫，安尼感情较袂散啦，是不是安尼？对啊对啊，我以前做这个团的吼，我一看到有散去啊，我二三十年马兹卡嘛，是不是？做这啦，其实做这东西大概主唱拢单飞啊，拢主唱单飞嘛。对啊，所以咱这样直接就抓。如果有一日阿吉呐单飞，后边那处理来，免他处理。
就是新才艺，现在我处理，就是乐手嘛，单飞啊，乐手嘛，单飞是。所以阿吉吼，也是讲咱大家就是干嘛讲规个个团，大家做会吼，尽量大家做会啦。我真特别，我一届我是就是我个团出风中飞的花蕊，结果我开会讲，阿吉报最佳男演唱靠机会哦。开始政策思考嘛。我先个注下讲，我那条件吼，咱那赶快尽量备本。安尼吼，人家不要我单飞。咱今嘛是备本你啦。对啊对啊。确定吗？备本吗？对啊，我家己出去嘛是阮备本，啊阮大家出去。哈哈哈！哈啊，同重要啊，只要讲拖做伙，就是阮大家拢欠伊钱啦。哈哈哈！哈所以咱不管有剩偌济。一块也好，两块也好，三块也好，大家拢叫叫来。对啊，同甘苦，共患难。好啦，你也看，你也看。我真正当署长的歌迷咧，你看我这吼，逐张拢有咧。你敢来真来哦？无啦，第一张无啦。署长，你去倒位只？上贵迄张，第一张无？安内。三丫头，你袂了解？奇怪。走一队。第三张这一代嘛无。我记你，我那边出唱片之前，我阁拜托朱老师帮我提卡带，提去恁公司磨演对不？安尼哦，你是不是惊我串位了？你拢无提，无提头家。你有较早有提 demo 啦哦，对，提 demo， 叫我提予头家就对啦。是啊，但是这个代志在我的记忆中间吼，敢那亲像无这个代志呢？哦，有啦，我你今嘛要嫁祸于我，你就讲有。应该讲，我刚才你无去啊。当署长出价尔那济咧，今摆拢总几张，十几张啊。十三，八个人嘛，算十四张啦。哇，十一堆去啊吼。嗯。我欠两三张是安怎咧？就是因为当署长啊，无甲这个身份吼抗在干。无啦，是迄介绍袂，我介绍较好，你用提拢无去，可能网络拍卖啊。网络拍卖去啊。啊，所以吼，这个当署长像少年这两个啊，较罕哩讲话嘛，是不是安尼？这。第八代鼓手，第八代多好多的八哥浪，第二代八哥浪这个浪潮哦，第二代哦，因为当属定集团庞大啦，哦，这个庞大，你们这里换，你们那里换，换高拢袂记啊，那这 Mickey 啦，小豪这种点几久啊？真久吗？真久啊，七八档啊，哦，十几年啊，安尼哦，当属定那个唱一下十档二十档，应该是无问题，你想安怎？爱看主唱心态啦。那相信当署长吼，四五当前我真感恩啦，有带我去加拿大、美国啦。你也同我去坐飞机啊？有啲是体力挺上好啊。我是足感恩啊，我有一个感触就是啦吼，因为咱其实咱当署长遐红对不对？去到国外，一定所有物件传遍遍嘛，音响器材，所有物件拢传遍遍。结果，无呢？每一个国爱家己搬，家己装起搭，爱照音响来用。迄个时阵，咱的吴永吉就真感叹讲一句话啦。阿吉就讲，我话去做两档，可能无多腰。所以一个乐团要成功无成功，腰要先顾好，因为有人是爱搬音箱嘛，腰子嘛爱顾啦，是吧？爱搬袂使啉伤济，那你舞台顶嘛是爱做些体力的啦，对啊，对啊，你办一个演唱会舞啊，咁要翘伊，对，所以阮做顾无办了，所以当初电话来，咱即马吼，伫这节目，咱立合一个誓约啦，13张、12张、15张算什么？至少要出个20张嘛，你不出个20张，你算什么乐团呢？是不是这样？我跟他两三年不出来了，这个期待就是单曲的期待啊了，专辑其实哎，专换一个方式啦，对啊，专换一个方式啦。阿 Mickey 吼，这就是因为加减咱因为人事更迭嘛，啊，咱啊只要有机会吼，把握一个机会，千万唔通放弃。哦，原来呐，什么人要给你抢这个位吼，爆掉，知不知？八号条就特别在放弃。好，接下来要唱什么歌？美丽啊，哦，美丽啊，好啊。这个歌怎么来的？其实我们就是长期弄的关心环保议题啦。还有台东，还有我们是帮那个反美丽湾下去修瓜。美丽湾现在状况到底怎么样？我把电来经过，刚才是用荒废地下，啊，就弄个荒废了掉了。对啊，应该讲迄当阵美丽湾已经拢起好啊。好，阿姨的本店成功，对啊，会用掉那一块岸线，岸线没在 BOT 嘛，那上面都没 BOT， 所以让把那的哦，一万块地一位台当加个台，对对对对对，然后嘛刚刚就感动啊，然后我们转个下几条瓜噶 ON 者，对了对了，那么唱这个瓜这个想了把那，好，把那明仔载我来催你一个，催你开讲一个哦，好来，美丽呀，为着咱的环境，为着美丽湾，嘛希望伊看美丽，咱就对了，好来，催了来。Okay。
欢迎来到这，真正好佚佗，风景真美丽，才有善良的老爸，生热情的人情味，来泡茶，吃饱未？你吃饱未？来到这，做伙来坐，爱用真美丽，才有往来是行趣味的人情味。来跳舞，来唱歌，咱来唱歌，庙会真闹热，夜市啊人真多。世界若是充满土地力量，困难的做世人，传统的祭典，古世华的艺术。世界若是充满在地气味，认真的探家人，美丽啊，不美丽，因为你弯弯，啊，面啊红红。美不美丽，气甲悬悬，笑欢欢。咱拢住伫这，咱拢有囡仔。咱拢甲惜命命，虽然热天有风台，寒天有做地动，咱要留好声，因着得着声，你敢拢唔惊？美丽啊，不美丽，因为你弯弯，你啊红红。一支烟，咱就爱来离开。这他妈了事。那再找两三个、七八个来，创几下十几人的大乐团搞看看。哎，我们不是没有弄过啊？弄过吗？我们以前做那个音乐剧都是安尼用啊。啊，对对对，我也给我。哎呀，我音乐剧的找迄、那个哇一堆啦，九天呐、啊，上面一大堆，对啊，其实我们真爱跨跨界合作了。小可你的陪
来离开，离开阮身边。奈你讲要去结婚，我嘛无言无忌。是目屎在咧滴，还是雨水在咧落？我看无头前，嘛阮拢袂像，少乎你的杯，你拢毋捌过，假漂泊的人。是目屎在咧滴，雨水在咧落。我看无头前，嘛阮拢袂像，谁乎你的杯，你拢毋捌过，假漂泊的人，凄惨路白酒歹过。唔当啊！你讲恁马来西亚有想要找乐团吼，去遐发展嘛吼？我带你来看这台湾上红的董事长。我甲恁介绍吼，这对马来西亚我特别这唔当的吼，需要做做官。马来西亚道德重整委员会哦，理事长。我是马国弼。我马国弼哦，这条歌我这熟的，我也晓唱呢，我会弹记，这条歌记得我会弹呢。不啦，阿你，我讲去马来西亚找你研究一下。这个好像长得很像黄子轩呢。哦，但不好像哦，有点像嘛。客家新一哥嘛，好像歌也不太红嘛。还不错啦，得过金曲奖了。啊，有吗？有。干嘛呀？有得过金曲奖，最佳客家歌手哟。干那是啊。最佳客家专辑哦。干那是。没有得过金曲奖不能来。所以咱当初定得过一本三四本那款哦。三本。最佳乐团嘛。能干。最佳乐团，最佳乐团哪个来嘞？最佳台语专辑。最佳台语专辑，好，过来。佮出来都是帮别人制作的。最佳台语专辑有一届吼，阿吉去报迄个最佳男主唱啦，对，男歌手，对，无对嘛，我入围啦，入围都袂歹啊啦。因为这个冰心吼是这样子想的啦。我来为丢袂丢，拢爱靠迄个运气啊，就跟咱格莱美同款，我蛮知。因为大家唔敢讲阿吉拿得奖，嗯，叫阮解散。我钱啊，他们大概蹲几麻烦。你惊我，惊我单飞，惊你单飞啦，惊你单飞啦。如果当属丢哪部阿吉哦，是无虾米回个换一个。但是，如果阿吉哪部当属丢，我哪部跌的话，别当个球啊。阿吉哪部当属丢的会花去啊，是不是安尼？对啊，其实我拢因为做少年的拢熟悉啊。哦，拢熟悉久啊。嗯，三十档，三十档，三十档，对啊，三十档，这个打群架的概念嘛，对不？嗯，人多好办事、啊，人多好办事，那再找两三个、七八个来创建一下十几人的大乐团，搞看看。哎、欸，我们不是没有弄过啊，弄过吗？我们以前做那个音乐剧都是安尼用啊。啊，对对对，我也给不。哎呀，我音乐剧的找迄个哇一堆啦，九天呐、啊，什么一大堆，对啊。其实我们真爱一挂跨界合作啦，跨界合作啦。你当属定吼，也当去竞争迄个最佳跨界乐团，然后提名董事长乐团，我就叫我来做评审委员。那你哪讲最佳跨界乐团？那八国、南国、国五这种嘛，我就跨界音乐嘛，最佳跨界音乐奖项嘛，提名都看他当属定，也当提名呀。唯一的嘛，八哥浪也可以提，对不对？红中的回路也可以提，提完之后只有一个可以竞争，所以得奖当然是可能也是会重缺啦，有事哦。所以当署长经过这侪风雨吼，有去深圳唱真侪场过咧，安怎？北京、上海、广州，但迄个时阵还未发生李明哲事件。哦，对啊，对啊，今麦可能较晦气啊。应该讲。那个分界点应该是香港的那个哦，反送中革命呐，了后吼，这今麦就麻烦了，今麦哪边？我哪边麻烦啊？麦几点都较简单嘞。我啦，我吼，但疫情
疫情过以后，我们都要出国去巡巡演啊。俄罗斯今嘛嘛袂使去。好，咱下一个进军乌克兰，乌克兰去唱一下，是不是呢？可能袂歹哦。对，人 YouTube 的招招，大家去地下道的唱啊，对不对？所以当署长其实真早就是一个足够国际化。世界去唱，全台湾倒一个乐团像恁安尼唱过十几个所在，倒一个你甲我讲出来，好像都是国语。那中国麦声应该是差不多四五十个城市啊。哇，四五十个惊死人呢。好，啊，出国去到底会赚钱袂赚钱哦？咱嘛是做一个感觉讲心酸的吼，完成这个国家、社会、世界和平哦。靠岛内啊，啊，所以。当时长甲团，予咱上大的启示就是讲，咱将台湾本土上界 local 的物件送上 global 哦，就是愈在地愈国际 ，more local more global 哦。所以安尼吼，咱主人吼天助人助啦，真侪乡亲甲咱斗相共。虽然咱嘛是个定定爱搬鼓、搬音响、独立精神啊，独立精神。当时长甲团伫世界所行过的路。后辈所有个团拢在对咧做，啊，咱台湾的文化、台湾音乐，对，走上国际舞台，你讲安尼对唔对啊？对。最后一支烟，我就要来离开，佚佗无聊时。我是啥滋味？我不是无爱你，看不着家己，轰动的过去，到底算啥物？这个气味，就要笑笑予伊去，后世人才提起。最后一支烟，咱就爱来离开，这头无聊时。是啥滋味？爱我你的心，青春无代志，看不着天光，咱拢是黑暗暝。佮意你的香味，莫问我为啥物，爱我你的心。风中的蜡烛，放在谁的手？习惯这个气味，就爱笑笑乎伊去，后世人才提起。藏在我心内暗藏的彼句话。对你坦白，对你来解释，我就是一个无情无义无悔无目屎亡命的人。我嘛知少的路行，你无情无歹行，一个人的运命本来就是要路命。
爱我你的心，青春无代志，看袂着天光，咱拢是黑暗暝，喜欢你的香味，莫问我为什么，爱我你的心。寸无代志，风中的蜡烛，捧在谁的手？习惯一个气味，就爱笑笑，予伊去，后世人才提起。